这回该您表演啊，可不是吗？相声演员呢，啊，多才多艺。您客气。具体到您本身，您能表演什么？那会的可多了。您给介绍，像什么演个电影、电视剧啊，做个小品，演个哑剧，唱个山东快书、快板书，介绍这个多都可以。姐，您那最拿手的说一样。要说最拿手的啊，那还得说是快板书。谁呀？鄙人。鄙人啊，谁是鄙人？我是鄙人呢。哦，您是鄙人，没错。没枪眼呢？枪毙呀、啊？什么来着？鄙人吗？鄙人就是我。哦，就是您。哎，阁下，您客气。快板书嘛，还最拿手。那当然了。那么电台里放过您的那个录音吗？那是你没听过。电视里头放过您的录像吗？您没赶上那个机会。那舞台上您经常演出吗？我呀，啊，轻易不露。这演员架子大。哎，今天露一回好不好？不行，不，今儿观众啊是来听我说相声的。但是我喜欢听您那最拿手的快板书。我要求您表演一段，还能代表极个别的一部分人。也欢迎你。你呀、我跟你说啊，是谁也代表不了、你说了不算。哦，你看见了吗？只要观众当中有一位鼓掌欢迎我这儿。哎呀，这么一说啊，各位朋友啊，都爱听我的快板书。对，既然这样，你我把大家的面子给你了，那算我沾光。哎，给你唱一段快板书。谢谢。嗯，不过您可不能白听，我给报酬啊，20块钱，20块钱，买盒烟。不，您这20块钱不行，您这属于单点特凡。哎，单点我们团里有规定。什么规定？这个票价呀，1000块。1000块。嗯，你看下这德行，1000块，你想听吗？你想着赶快富起来是怎么？这叫什么话？你爱听不爱听吧？我问你。行啊，您唱不就1000吗？啊，给您1000，咱说定了。来吧，好，这回啊，咱挣他这1000块钱。回来我请客啊，瞧着啊。小小的这就开始要唱了啊！对呀、唱完了呢，我就给你1000。咱俩说好的啊，那得有话说头里啊。行啊，给1000是给 啊。他是你唱这段唱完，我说我会，嗯，这1000就不给。那当然了，对吧？是吧？我这花钱就不能听那个会的。哎、啊，不，听新创。等会儿，这我没法唱了。怎么？我汤20分钟唱完这段，他在旁边说什么？这段我会。我白唱了，我干嘛那么损？等你唱完再说。你唱几句我会，我告诉你这段叫什么名字，后边还有什么词儿，那证明我会吗？保证你没听过。不给钱行吗？可以，来吧。啊，小小这个宝盒1块铜，能工巧匠把它造成这个4块铜，帮加一木，这个咱们还得这个一。先生，你搅和我干什么？这是老板啊，这段我会。这段你会？这段叫诸葛亮押宝。诸几十年前就有人唱，这老掉牙。告诉你后头还有什么词儿啊？我听听。宝盒落在耍钱人的手，在那荒天大会之宝棚，层楼楼一声宝棚起，围了个里七层外八层，里七外八不透风。不，老掉牙了。好，换一段。这段你会啊？哎，你呀、再听这个啊。说的是西天道路险又长，唐三藏为取那真经赶路忙，坐骑的又来是怎么意思？你说你这段我也是怎么着？孙悟空3道8件事儿，在火焰山，猪八戒扛着钉耙，担着书箱，沙和尚整理行囊，手提禅杖，在前面探路的是齐天大圣、美猴王，这老掉牙了。行，兄弟。
说的是土匪连长把哨吹，三排人集合成一堆，这个立正哨息，站好了还得换一段。这段这段我也会念，最后一句我都知道。什么呀？最后一句闹了半天感情是倒霉干，对吗？对，这不新鲜，这不值钱呢，就这在舞台上演出，就这段子到我们那村一毛钱听七段。说你可太气人了啊。您再换换呢啊。我呀，来点新鲜的。我还不换了。那不行啊。我听你的，我说你唱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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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知道了啊，你就会这三段，我别的你不会了，啪一急你假装的。我会300段，今儿我不唱。会这么多为什么不唱？我听你的。听我的。你唱我也会，我唱你也会，多新鲜呐。万一我唱这段你不会啊，当着各位一害臊，本儿你死了谁负责呀？我你可太损了啊。好赖不说你也算个活物不是。不是，我可怜你。哎呀，我说啊，你呀唱吧，来，你唱我也会。那好，少说废话。我唱我唱啊啊，我唱你怎么着，没告诉你吗我也会吗？我唱哪段你都不会信吗？你唱的这段如果我不会怎么着，同手本啊，我给你2000块。这是你说的。来来来来，真是的，哼，就不信这个。什么板儿这是？对对对。说了位大嫂怎么这么黑，她养活个孩子赛烟煤，这一天大嫂把那孩子掉在了煤堆里，是分不清是哪是孩子哪是烟煤。有个大爷出主意，说拿着棍捅啊，软的是孩子，硬的是烟煤。我会黑大嫂，这都臭遍街了。是黑大嫂，你会啊？你会 啊？我知道你会啊。还是呢？我这是正式的唱吗？你这干嘛呢？我溜溜嗓子呀。溜溜嗓子？说好了给人表演，我能唱这小段吗？啊，来来来，你来大段的我听听。啊，剃头的师傅大老王，家住在济南王家庄。从小学会了理发，像是每日理呀，每天叫你扣扣扣，我叫你三抖都扣光。剃头的师傅大老王，我唱的比你熟。我溜嗓子，你接着溜。来，有一个酒迷爱喝酒，他是天天酒瓶不离手，他的媳妇儿劝他不要再喝了。这个酒迷说，只要沾点酒字边我就想喝酒。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九九九九九酒迷啊，就你唱这个节目哦，连我门口那二道贩子都会唱。我说啊，你呀唱点那好的啊，唱点那难的啊。我知道相声演员唱快板书那得够一定的水平。那当然了，但是他不唱这个，这人经常唱。唱什么？咱唱咱自己最拿手的啊，现编现唱，那叫即兴表演啊。对，那我最拿手。我也会啊。水平不一样，有高有低啊。咱唱来声情并茂、把你感情带到段子内容里头去。我要唱那哏的，叫你乐得合不上嘴。不至于。我要唱那悲的啊，你那眼泪就得哗哗往下流。要开口的，哎，你坐着我能把你唱站起来，嗯，你站着我能把你唱趴下、我要是坐着你能把我唱站起来准行，你要是真把我唱站起来怎么着，看见了吗？嗯，我当着各位我磕头拜你为老师，我收你个小徒弟。哎，就怎么办了，别走一会儿。等会儿，不我收徒弟了。你先等会儿干嘛？你得把我唱站起来。是 啊， 啊，我要把你唱站不起来怎么着，我也当着各位磕头，我拜你为师娘，拜你为老师，行不行？吓我一跳。我也拜你为老师。那好了，现在就比，拿椅子来。好，咱把桌子往后边去。来来来，嘿，这无信。可是说清楚 啊， 啊，
刚才所唱那些段子都不能唱了。不是，跟咱刚才啊唱的是一段没有，都是现编新词儿，都是新词儿。哎，那就行，听着啊。哎，等新词儿有要求啊，您得有辙有韵，合辙押韵才行了。我告诉你啊，十三道大辙懂吗？连两道小辙我都会。哦，那行，哎，那我放心。那咱唱啊！哎，还得赶板剁字儿，闪板、掏板、剁字句儿、快板书、数来宝的技巧，你得唱全了啊！这没告诉你吗？不用你教给我，我全会。明白，这人得看看。是咱俩，你还有完没完吗？这是啊！我是河漂的，一帽一帽的。坐。我准能把你唱又来了是吧？告诉你，咱有这把握。你来唱的啊！哎，叫伙计啊，你坐着听。这个时候你还别逞能，过一会儿咱们俩人还指不定了谁行谁不行，为的让大家听得清，怎么样？再往前挪挪行不行？啊，可以啊，看起来了吧？这个水平高的呀，你也站起来蹦！我你诓我呀这儿？啊，我这还没唱了，你先。你叫我往前挪挪，你怎么不动地方啊？好，你坐下，我还唱，唱三句，还能把你唱站起来，信吗？几句？三句。三句啊，三十句、三百句，我也站不起来，就唱三句。好，来，三句啊。竹板打，打竹板。一句了，别说话行不行？这后边不还有两句了吗？不，你唱你的，你竹板打，打竹板。一句啊，我要给你唱段快板书，这叫什么词儿？这别说话，说话你打乱我，我怎么会打乱你？不用这样，你看不像话，你拿这样。竹板打，打竹板。一句啊，我呀，给你唱段快板书，这什么玩意儿？站起来了吗？我这是站起来了啊！我这是掉下去了，掉下去也算呢。这个什么也算，你也行。第三句没唱，刚叫什么呀？这你怎么一惊一乍呀？好，别着急，再坐下啊！凭本事，凭能耐，把你唱站起来行吗？这叫真能耐！来，瞧见了吗？往这一坐就比你顺眼，还顺眼了。往这一坐就好比拿钉子钉上了啊，再也起不来了。知道我吗？你怎么着？坐了一屁股万能胶，我都黏糊住了。你也不怕掉皮呀？管不着。来，哎，我的同伙计，哎，我的孙伙计，孙伙计，唱，我唱什么？我唱，你姓孙吗？谁姓孙呢？来电话，老孙不是你，不是我，那你姓什么？我姓郑。姓郑，哎，没听说没这姓，摆那姓都没有，怎么会没有啊？哪篇？头一篇。哪句？第二句，周吴郑王，这字儿怎么写？一个电字儿，一个耳刀。给那几位写写啊！我给那啊那边哪几位？写那边墙上。这那几位啊？我一写，我站起来了，留神了，还上你当了。来，哎，我的同伙计，哎。我的孙正伙计啊，我四个字的名字。我的正伙计，你来了，我来了，咱俩唱一段数来宝，你看好不好？咱俩唱段数来宝，啊，我看不好。不好，你脑袋长得跟萝卜一样，你不会唱数来宝。你哪有这么多废话呀？干嘛？你嚷什么呀？我就嚷。你瞪眼干嘛？我就瞪眼。不，你愿意不愿意？我不愿意。不愿意，过来打我。我我呀，啊，我还舍不得打你呢，住着意思，多新鲜呐！哎，叫伙计，哎，你坐着听啊，唱快板啊，我唱的可比你精啊。就算你唱的比我精，你都会什么？我也听听。新老节目我全行，一百多段还挂零。咱说鲁达，唱武松，齐天大圣孙悟空。三道芭蕉扇，是三打白骨精啊！嘿，这一套一套你们真行，你还会什么？我听听。水浒聊斋济公传，这些节目我全行。你还会什么？我听听。大武
艺、小武艺、三侠五义、西游记，这些节目我全行。你还会什么呢？我听听。我，你跑这累傻小子来了？小伙计，你别嚷也别闹，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别看你说的唱的一套一套又一套，就其实你当个演员不够料。不够料？本来嘛，1米3的身量不算高，上台你再毛着腰，舞台美你根本谈不着。你别唱了，我问你谁1米3？你1米3，我1米8，你还没那小孩个儿高吗？谁说的？你过去跟他比比。我比你看那唬我。我说你可太缺德了，太损了你啊。哎，叫伙计啊，你坐着听。哎，你当演员也不行。嘿嘿，瞧你长得这个德行。德行我自己爱看着、爱看的啊。你呀、皮包着骨头赛人灯，枣糊着脑袋小眼睛，这也娶媳妇了。你你说那管什么用啊？你这两条腿啊，走道有毛病。咱这是标准腿，罗圈腿，没听说过。你不信，你走两步，我看看呢。看准了，来来来来来，是。这目前还不会走路，他也溜着神了，差远了。小伙计，你听我说，动这个你还差得多。你当个演员不够格，基本功什么内容你都不懂的。你又馋又笨又懒惰，你早晨10:30你才起被窝，不漱口，不洗脸，不上班，不干活，光知道抽烟把酒喝，对吗？这谁说的？你老婆跟我说的。她怎么说的？说你晚上懒得睡，你早上懒得起。她身上的泥儿总有一大车，不不，自己没事拿手搓了。她说的臭腿、臭脚、臭胳肢窝，不不不，大鼻等一流就过河。你抽烟一天15盒，你喝酒一喝4瓶多，不不，喝醉了在家耍酒疯，在你们家炕上就把跟头折，拿火柴点被窝，你抱着痰桶往上泼。哎呦，消防队救火，开着消防车，你又哭又闹。撒打泼，你嘴里还把胡话说，踹孩子，打老婆，摔了碗，砸了锅，你管你媳妇叫大姐，你管你爸爸叫大哥，管你爸爸叫大哥。呵，王先生，苏老师，喜欢看书吗？您说我呀？啊，嗨。我们做一个演员，看书是我们必要的功课。对，喜欢看。古人云呐，开卷有益，就得学习。打开书本，我们就能长点知识。没错，没错。喜欢看古典文学吗？您说对了。嗯，中国四大名著，《水浒》《红楼》《三国》，这我全看。哦，三国，三国你也看过？那得看呐。啊，了解吗？三国的人物。全说得上来吗？啊，这是不跟您不谦虚说啊。啊啊，你要提三国里面的主要人物，全能知道。是吗？问不住。哦，嗯，那今天我当着各位啊，我给你提个问题。可以啊。三国里头所有的人物全算上啊，他们谁的能耐最大？你能当众的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吗？就这问题吗？啊啊，太简单了。甭说我，恐怕在座的也都能明白。哦，三国里的主要人物谁能力最大呀？对，诸葛亮啊。诸葛亮谁不知道？诸葛亮能力最大呀。哦，你说说诸葛亮他有什么能耐？这还用我说吗？嗯，诸葛亮啊，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多的能耐。嗯，你说诸葛亮是最有能耐的？太有能耐了。哎呀，啊，诸葛亮既然有能耐，嗯，我们知道六出祁山，怎么这诸葛亮出兵6次，他全没制服了司马懿？这是什么问题？嗯，你说诸葛亮算有能耐吗？对，问得好。嗯，这个啊，我跟您说呀，我认为还是啊，司马懿有能耐。哦，
那么你说说司马懿有什么能耐啊？有什么能耐？好家伙，司马懿大将军，统带千军万马，打了多少胜仗？司马懿有能耐。哎呀，司马懿有能耐，为什么他见着赵云就跑呢？什么时候？哎，大家都看过《空城计》，诸葛亮摆下空城计，司马大兵这时候来了，来了他不敢进城，怀疑里边有埋伏。这时候大兵倒退40里，探马一报西城果然是空城。这时候司马懿复夺西城又回来了，诸葛亮可就把赵云调回来了，两军一对面，来将同名，常山赵我云，吓得司马懿撒腿就跑。有这么情节没有？有能耐人为什么见着人就跑呢？问得好，问得好。我跟您这么说吧，实际上是赵云有能耐。赵云有能耐啊。你说赵云他有什么能耐？有什么能耐？谁不知道赵云是常胜将军？别的甭说，您就说他怀揣阿斗杀个齐进齐出，曹操83万人马没挡住他，长坂坡留为佳话。一提赵云就是长坂坡，没错啊。其实长坂坡呀，赵云并不露脸。怎么不露脸啊？那是徐庶一句话，徐庶进曹营一计未发，一看赵云坏了，怎么办呢？跟曹操进言要收服赵云。这时候曹操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若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都与他一人敌命。这时候赵云才闯出去，要不是徐庶，一个赵云10个赵云也得死在长坂坡。赵云既然有能耐，为什么在挡阳桥还让张飞来救他呢？不是，我跟你说，张飞有能耐。张飞有能耐。张飞有能耐，三英战吕布、虎牢关，有能耐为什么不自己去打？为什么哥仨打吕布一个人？吕布有能耐。吕布有能耐在伯门楼让曹操逮着啊，那就是曹操有能耐。哎呦，赤壁之战火烧战船，烧的曹操没地方藏，没地方躲，最后在华容道阉个关羽，放条生路，多惨呐！那就是关羽有能耐。哎呦，关羽有什么能耐？关羽那走麦城死得太惨了啊！你说谁有能耐？你有能耐。我有什么能耐呢？您还没能耐呢，您把我问住了。好嘛，说了半天我全不对说的。行了，不过你对三国呀只是一知半解。这还叫一知半解？比较片面。看来你不行啊。我不行。告诉你，不行还得学。究竟谁能耐大知道吗？我不知道。谁知道？你知道吗？当然了，我不知道我能站这儿说吗？对不对？又遇上这么一位。你知道？我知道。好，既然您知道，您说说我听听，咱研究研究。你看这人这胎毒啊。胎毒像话？不是，就说你这态度。态度怎么了？不是这你知道？你说说，这是能耐。当初你跟你师父学艺也这么学的吗？这段你会？你说我听听。他能教给你吗？不是，您不知道我这不跟您学吗？你知道我就应该说吗？你要知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明白的你问人你得客气点，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礼貌啊，我们讲礼貌啊，知道吗？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鞠个躬会吗？我问问这还得鞠个躬。行，甭生气了，
今儿赶上这一位了，你看，跟鞠躬。怎么着不乐意是吧？没有啊，你这怎么了这是啊？这给鞠躬，这叫鞠躬，这叫扬灯点头。不是您别说别的啊，您说我这哪儿鞠的不好？哎，鞠躬嘛，这鞠躬得够度数，对不对？鞠躬得这样，还得够度数。哎，这才叫鞠躬。行了，您站好了。看您这度数啊，嗯，怎么样？还是不乐意？没有啊。你看，我看得出来你是不乐意的。怎么看出来了？那绷着个脸子多难看呢、啊！你乐着点会不会？乐、哦、笑还得乐呀、啊！这早说呀你！干嘛？你要咬人似的？没有啊，你不让我乐着点吗？有你这么乐的？应该怎么乐呀、啊？这个乐呀、啊。你得似想乐似不想乐，要乐没乐出来，哎，脸上带一点笑纹，这个肉皮里边含着一种笑。哦，明白了。您说我这乐嘛，得似乐似不想乐，想乐又没乐出来，笑纹在肉皮里那么含着。对对对对，来不了。当初在曲校没学过这手啊。您呢？啊，别说别的，今儿个我就一鞠躬，一带笑容啊！您要乐意告诉我，您就说；不乐意告诉我，咱别废话。行，好，这净遇上这个，嗯，全是这套，嗯，行了吧？行了，哎，鞠躬，知道我有能耐啊？当然知道您有能耐呀、啊。我有什么能耐？您能尿炕吗？啊，我知道您有什么能耐呀、啊？哎，我知道三国里边的谁能耐最大。咱们刚才说的就是这道题，你们诚信吗？就是您说谁的能耐最大，我告诉您啊，这个到哪儿说的讲的谈的论的，是大庭广众之下、人家正在探讨三国、就研究三国里谁能力最大，是是，别人全说不上来，嗯嗯，你站起来当当当当这么一说，哼，大家暗身大指，王培元是真有学问。呵，好家伙，其实你这点学问，你是跟我学的，忘不了您啊，就是没错儿。你不就问我谁能耐最大吗？您说，告诉你，记住了，哪位呀？济公长老。济公长老，你别看他吃狗肉喝烧酒，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坐，俩手一指 A 吃了黑，那华云龙怎么逮着的？不，先生先生，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哎，您说了半天，这是三国吗？哦，这是济公传。啊，今天呢，我给大家表演相声。这个、哎、像您这个相声演员都讲究什么？哎呦嚯，讲究是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对了，唱您能唱点什么？唱我们各地方的地方戏、评剧、梆子、京剧，尤其我们相声演员对京剧非常有研究。哦，这么说您对京戏非常有研究？那是啊。那、啊，我比划几个京戏的身段，您知道吗？那您做几个动作？对 对, 对，那没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啊。对对对，那您一比划我就知道，真的，真的是。那您瞧这个，哎哎，这叫什么？这有什么京剧常用的身段？正官到台口，正官。哦，正官。这有什么呢？那这个叫什么？这紧接着正官完了，吕然。小菜儿，这是吕然。行了，长能耐了啊！早就长能耐，才知道啊。再看这个，嗯，您这是红净戏楼然。哦，楼然也知道。再瞧这个，这张飞经常用的动作，撕扎。哦，撕扎，全懂。这有什么了？您再瞧这个。这不知道，这个这都不知道。您说说，这胡子痒痒，蛋蛋蛋蛋的，那胡子假
胡子一瞪不瞪掉了吗？行行行、你还真行。那是。那你对于唱声有研究吗？没问题啊，你一张嘴我就知您唱哪出戏，口气够大的，一点都不长，一张嘴就知哪出戏。没错，你瞧这个。嗯，哪出？您这叫抄蚊子，等着蚊子往里钻。嗨，我才抄蚊子。那你不抄，您这一张嘴还是你说的一张嘴就知哪出戏吗？说一张嘴，您得唱出音来呀、啊，还得唱出音来呀、啊，还得有音啊。你听这个，嗯啊。不知道这个，那您得上口腔医院。怎么了？牙疼。你才牙疼啊啊啊 啊, 啊！不是你说得带出音来吗？带出音，您得有字儿啊，您得还得有字儿 啊, 啊！你听那个，嗯，他大大，哟、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哎，这都这都戏拙了，这都是还行，怎么样，魏先生啊？还行，没错。哎，您会整出戏吗、啊、经常跟他们京剧演员在一块儿彩唱。是吗？那是。那行、啊、那今儿个我帮帮你。哎，我敲敲你。你敲敲我。您甭帮，禁不住帮。帮干嘛呀？不是，我打算帮你唱一出戏。哎，您帮我唱一出戏。行啊，没问题啊，没问题。那咱俩唱一出。你挑戏我挑戏。你挑戏。干嘛我挑戏？你挑戏啊。我挑戏，你要不会回来你哭了我还得哄你。打起小就让我哄了。我至于的吗？至于的吗？啊，不，你还是你挑戏吧。我挑戏。哎哎，我挑戏。您唱什么呢？我是唱老生的。哦，唱老生的啊。那行，那咱们唱一出《洪阳洞》怎么样？洪阳洞。嗯，洪阳洞这出戏太温，说内行话，这出戏温。哦，是个内行。嗯，对，这出戏倒是温点儿。哎哎哎，哦，火吧点儿。对对对对，火吧点儿。那咱们唱将相和。将相和。嗯，将相和人太多呀。哦，又赶不过来。哎，咱们两个人呢。嗯，观众看着乱。对对对，人少的。那干脆咱们唱一回黄鹤楼。黄窝头，我有俩就够了。恶哥带水战，还有水帆，不，三气周瑜，三条鳌鱼，刘备过江，大饼两张，张飞闯将，小村面将，外边吃去。打刚才没吃早点，这位什么呀？刘备过江，张飞闯将，三气周瑜。哦，嗯，那你来谁？我当然，我刘备。你刘备？嗯，我刘禄子。嗯，抗旗归你，粮食归我，灯我端着，老娘你养活着。我们接点分家来了。什么呀？不，你说刘备。刘备，刘皇叔。哦，小刘啊。哎，小刘啊，就好像他认识似的。我认识，我认识。什么呀？那我来个诸葛亮。哎，倒是正角。嗯，诸葛亮，我后赶一张飞。我来本马飞。我来点白面。我来点烟土。要超上了您的张飞张翼德。我来孔明。哎，我后赶个鲁肃。我来碗素卤，我来碗热汤面。您还是饿呀？鲁肃、鲁子敬、鲁大夫。哦，我这是三个角啊。哪三个？我是刘备、张飞、鲁肃。我是诸葛亮、孔明、卧龙。嘿，这三位就是一个人，好角不用多，一个顶十个。那咱们就这样了，就这样。好，咱们就拍桌子了。来来来，哎对，哎，我再搬把椅子。好嘞，成了。我跟您交代一下，您交代就好。这个桌子前面为前台，哎，桌子后面为后台，哎，这是台口观众啊，这上场门下场门，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行啊，咱先上场，我先上场啊，哎，您给我打家伙，我给您打家伙，哎，红尘，您要几碗？什么要几碗？不是您说红尘。这位始终在饿着呢，我是我叫板嗯疼，你给我打架了，嗯疼，降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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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
看见了。哎，打仗打小锣啊。哦，小锣。小锣。好好好。嗯，腾、
小罗，小罗，哎，小谷，小谷，什么小谷？我哪家小罗就小罗啊？这不你吗？小罗，啊，对对对，这位会不会？西站等你啊！别逮了，你把我逮到哪儿去呀、啊？你也不能老打，你看我这一透袖，你就打住了。您能干什么呢？透袖，透袖了。嗯，我以为您轰苍蝇呢。这季节有苍蝇。注意了，嘿，特，来来，来来，大大呆。啊是你咋出来呀？哪位找我？要账的。你去吧。你跟我一块儿出来呀？我跟你一块儿出不去。哎，怎么了？我还没到期呢。嗨，判刑了。跟我一块儿上场。我跟你一块儿。哎，这不要命了。大大的啊先生啊先生、哎、俩算命的我叫你先生你不能叫我先生啊我叫你什么呢你得叫我主公主公哎主公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主公皇上谁是皇上我是皇上都有这模样的皇上嗨这我就是皇上那我叫你管我叫主公啊哎啊先生啊公子啊驸马好四郎探母啊什么就别掉一个叫主公啊主公啊先生啊主公公无福音你把公害苦了哎谁害苦你了谁还苦你了你可说明白了啊早晨起来你找我借10块钱你可没还给我害你提大干嘛呀你这是不是你害的我是你的剧中人害的我的剧中人明白了吗我谁害的你诸葛亮诸葛亮哎那你找诸葛亮去、啊、我找哥哪找诸葛亮去、啊、是你这个角害的我这角了、明白了吗明白明白东吴飞燕你把不害苦了你可听明白了不是我害的嗨、别着吧了大家伙刚刚才来的苍心中道恨之不亮的苍离比孤王去过江苍龙潭虎穴不去闯啊诸葛亮啊怎么样啊这个什么词儿啊凡你是宋公王取剑燕王三人宋鞠躬免三人宋鞠躬您再送诸公不点儿一点儿也不要送了送诸公别把我送哪儿去你啊啊送你上西站我上那儿干嘛去带你上场了带我上场打家伙扛当腿扛当腿扛当腿来的唱老黑先生诸葛亮你比孤王去过江龙潭虎穴不去闯看两腿来看两腿来看善人宋之孤哎刘备送刘备呀、啊、这得送得多的你怎么唱热闹什么热闹啊你得唱你的词儿啊我什么词儿啊合说了半天您不会不会帮你唱会会不早唱了但是会不会会是会忘了没忘唱了想不起来了这不一样是不是我
我怕我这词儿啊跟你那词儿不一样啊，回来咱撞了怎么办呢？咱俩对的词儿有唱半截对词儿的吗？这都一样。哎啊，主公上马心不爽哦，山人八卦袖内藏哦，蒋身且做中军帐，等候涿州易得章哦，还是我编的那个词儿啊？我太他编的哟，我会，我会、啊、行，当当推了扛，当推了扛，当推了的当。那只公上马呀，心啊了心不爽啊，心啊了心不爽啊，有山人八卦就在那个袖内藏啊。压下了诸葛亮，这咱且不表，他后面又来我也得招啊，啷个啷当啷当当啊，有张飞迈步我进了包拯啊，叫一声诸葛亮有话商量啊，说什么呀？我还说我两头都不乐意，我说什么？我说你还怎么唱河南坠子？唱什么呢？你唱京剧啊。京剧什么调啊？什么调都不会。主公上马心不爽，脏你一唱，主公上马打架，当当我打，你给我打呀你啊！谁你都把我搅糊涂了？谁搅谁呀、啊？扛当抬了扛当抬了扛当抬了扛。主公上马心不爽，藏山人八卦袖内藏，将身去做中军帐，扛当贼了扛当贼了扛当贼来的藏，等候涿州易得章，藏贼藏。你这手灵来了，我们这您这说话呀？学徒魏文华。魏文华干嘛呀？诸葛亮。学徒诸葛亮。哎，诸葛亮在哪学的徒啊？什么词儿啊？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章。哦，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章。哎呦我的妈耶！你踩地雷上了。什么踩地雷干嘛？你嚷什么呢？张飞上场了。张飞上场，我呢？你给我打架。好嘞。等候一得章，走啊！得得得得得个冷，得一个冷，得大得得有张飞闯进了中军宝帐，叫一声诸葛亮，我的情郎。什么说的呀？这张飞什么毛病啊？张飞啊，你怎么打小锣啊？打什么呢？打紧急风啊。哦，紧急风。哎，紧急风。哎，等候一得章，走啊！紧急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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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风干嘛呀？我还抽风呢，我还啊，抽风，抽风，对，这放位子呢，你说。打紧急风就成成成成成成成。哦，好好好。哎，等候一得章。这家伙吗？把家伙，你别没完没了的，干脆我告诉你吧，告诉你吧，啊，四季头亮下，将将把他蹦蹬仓，哦，然后开紧急风，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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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到这切住了，蹦蹬仓，记住了，这儿还有挖呀，到哪挖呀？到这儿，就到这儿挖呀呀，挖呀完了呢？挖呀完了，给扭丝噔噔不拉，扛啷塞的扛啷塞，您教我吧。哎，对，我教您，非得血压高不可。等到一得章。不过心空空
狂，五个包蟑螂出，螳螂在那个蟑螂在那个藏，直扑两啊！哎呀哎呀，我快快昏谋的大勋王，狂狂，苦恼啊，狂狂，苦恨，狂狂。苦恼啊，恐慌，苦恨，恐慌，还护食啊，我说走了怎么能说话呀，你在说什么啊？三人怂之共我张飞，三人怂张飞，你个借李逵，借李逵，你是哪借李逵？你三将军金子帮张怒气不息，恶于诸水来啊，三将军等一会儿，啊，好好好，我再找一回，苦恼啊，恐慌，苦恨，三将军金的帐来怒气不息，你为着谁来？直姑娘啊，小子，我为着你来，你为我来，哒哒哒，我不惹你，别唱了。相声老演员呢？啊，赵世忠啊，是我老资格了。哎呀，不敢当，知识丰富啊，嗯，而且学问还大，还什么学问呢？知道的事情多。像我这么大学问的人呢，啊，就愿意跟您一块合作，是吗？哎，对了，那好极了啊。那今天咱们两个人合作表演一回吧。太好了。哎，既然你有学问，嗯，咱们两个人做一回文字游戏怎么样啊？我听您的。好，什么文字游戏？咱们用一个字啊，啊，拆开念两个字，用一个字拆开念两个字。哎，而且呢，要找两样东西，还找两样东西。对，这两样东西呢，看起来啊，表面还得一样。哦，两样东西看起来表面还得一样，而且还得前言搭后语，而且还得前言搭后语。这我出的题啊，我先说。我出的题啊，我先说。你说啊，你说啊，你说你说吧，你说你说吧。他又不说了，他又不说了。小我，小我，真小，真小。小话说可倒霉，小话说可倒霉。我是坏蛋，我是坏蛋，这你也行，这你也行，我罪有应得，我罪有应得，我明儿枪毙，我同意。哎，同意，同意像话吗？这你怎么不学了啊？你都枪毙了，我还学什么劲儿？好，哎，听明白了没？全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这叫双字义。哎，对对对对，我跟着您走。好，您先说个样子。哎，我先举个例子吧。对对对。说吕字拆开两个口，您先等会儿，哪个吕啊？哎，姓吕的吕。哦，姓吕的吕。哎，拆开吕字拆开两个口，是不是两个口子？那还怎么说呀？啊，一样的蛋茶配啤酒，这两样东西是？你表面看是不是一样的？实际上有区别。哎，都是黄的。后头还怎么前言？前言搭后语。那怎么说？我是大口的喝蛋茶。小口喝啤酒，你怎么不大口喝啤酒？不行，没那酒量啊！完了，完了，该听你的了。就这个啊，这么简单啊？简单，我也会说呀。那你说呀？吕字拆开两个口，嗯，一样的蛋茶配啤酒啊，这是你说的，我就不能再说了。这不废话吗？吕字拆开两个口，嗯，一个样的。一个样的贴饼子配窝头，哎哎，不行，您那么您这您这不够折，这不够折，不够折，不够折，我改改改，叫它够折呀？怎么够折？折上我有研究啊，得用我老家话说，说老家话，吕字拆开两个口哦，什么味儿这是？一个样的贴饼子配窝头，哎，这够折了，这个不够折押韵，那也不行，那也不行。怎么？你看，虽然你这够折呀，啊，这两样东西可不一样，全是棒子面的，它形状不一样啊。怎么呢？
贴饼子是扁的，有这个搁这儿，嗯，窝头子是高的，上头一尖儿，底下一窟窿，它不一样。哦，您说这形状不一样。哎、对了，那没关系啊，啊，我可以修理修理。哎，修理修理，一修理就一样了啊。看你怎么修理。那，嗯，铝字拆开两个口哦，一样的是结了嘎吱的茄饽饽。配那个去了尖儿堵上眼儿排扁了沉敞了的窝头，呵，多费劲啊！我大口吃那个结了嘎吱的铁饽饽，小口吃那个去了尖儿堵上眼儿排扁了沉敞了的窝头。行了，总算说上了，这个勉强算你说上来了，有学问吧？有什么学问呢？哎，咱们再改一字，我跟着您来，咱们说一个林字儿。哪个林呢？啊，森林的林。哦，两个木。对，听您的，说林字拆开两个木。嗯，一样的房梁配房柱，前言搭后语啊，一木做房梁，一木做房柱，这更好说。好说，林字拆开两个木。嗯，一个样的电线杆子配松树。对，哎，不行，这棵木就是这样的。不行。你这又不一样，老拦着我，怎么不一样啊？本来嘛，啊，这电线杆子是光杆，上头有电线，这松树嘛，又是树皮，又是树枝，又是树叶，它不一样。不一样啊。哎，我修理修理。还修理修理？那当然，一修理就一样啊。这回怎么修理啊？林子拆开两个木，嗯，一个的没安电线的新电线杆子配那掉了叶砍了枝剥了皮的独体死松树，呵，费劲不费劲？这棵木就是那没安线的新电线杆子，这棵木就是那个砍了枝掉了叶剥了皮的独体死松树，差点给它憋死，这玩意费力气，是费力气。那咱们再改一字，接着来。咱们说一个炎字，炎哪个炎、哎、啊，火炎的炎，两个火。对，您接着说。说炎字拆开两个火，一样的东西，一样的鸡蛋配白果，前言搭后语，我一火里煮鸡蛋，一火里煮白果，该我的，听你的。炎字拆开两个火，嗯，一样的你跟我。哎，这不像话。这咱什么叫你跟我呀？咱俩一样。咱们俩怎么会一样啊？都是说相声的，说相声的穿大褂，那不成？怎么不一样？让各位看看啊！我呢比你胖，是你比我瘦，而且个儿还比我高，那怎么会一样啊？没关系啊，啊，我修理修理，这人也修理，哎，一修理就一样了。好，你修理修理，听着，这费点劲啊。言字拆开两个火，嗯，一个样的穿高跟垫高了，饿半个月不给饱饭吃，饿瘦了的你、啊、再配半个月吃烤鸭子养胖了的我。我什么德行？我这是这火里烧你，那火里不烧我啊，就烧我一人啊。你烤这个火，我烤这个火，这还像话？哎，咱们再改一字，随便说一个龟字。哪个龟？两个土字。您说。嗯，说龟字拆开两个土，一样东西，一样的土豆配白薯。嗯，前言搭后语，我这土种土豆，这土种白薯。龟字拆开两个土、嗯、一个样的蛐蛐配油葫芦。哎，不行，这土里出去。蛐蛐跟油葫芦不一样，修理这更好修啊。这怎么修理、啊、龟子拆开两个土，一个样的大个的蛐蛐配那小个揪了翅膀的油葫芦。我说你费事不费事？这土里就出那大个蛐蛐，那土里就出那小个揪了翅膀的油葫芦。好，又算你蒙上来了。这叫学问。学问的。 哎，这回咱们再说一个二个二字。哪个？哎，一二的二啊，两横。对，您说。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样的东西，一样的蜜柑配春菊，前言搭后语，我是一口吃蜜柑，一口吃春菊。二字拆开两个一、嗯、一个样的骡子配叫驴。哎，我一边骑驴、哎、是小个的骡子配大个的叫驴。呵，这找上来了。一天我骑小个骡子，一天骑大个叫驴。嗯，行，再接着说。随便。二字拆开两个一，还这个一样的烤鸭子配烧鸡。哎，您等会儿，您这、啊、别动。怎么了？干嘛拿枪？你这也不一样，你还拦着我了。怎么了？烤鸭子烧鸡，大伙儿听的那一样吗？啊，
不一样，那有区别，那鸭子嘴是扁的，鸡嘴是尖的，鸭子爪它分不开，鸡爪能分开，那不一样。哦，不一样。哎，我也会修理修理。你也修理？当然了。不好修？好修，那是手艺。对，你甭管，我听听听着听着。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这个砍了脑袋剁了爪子的烤鸭子呀，是配这个砍了脑袋剁了脚丫子的大烧鸡。您全给剁了去了，前言大后语。我一口吃这个剁了脑袋砍了爪子的烤鸭子，一口再吃这个剁了脑袋砍了爪子的大烧鸡。您这多费事啊。你那也不省事，找点省事的说多好啊。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火柴配麻鸡。你等会儿啊，什么叫麻鸡？麻鸡是日语，日语管火柴叫麻鸡。这里还外国话。我一天是火柴，一天是麻鸡。行，二字拆开两个一啊，一样的顶好配腰细。哎，他也会啊。我跟你学的。哦，我一声问顶好，一声问腰细。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一二三四五六七配哆来咪发嗦拉西。一天我念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天我唱哆来咪发嗦拉西。行，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的摩托配轻骑，一天你骑摩托，一天我骑轻骑。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汽车配滴滴，一天你坐汽车，一天我坐滴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瞪眼配着急，一天你瞪眼，一天我着急。二字拆个两个一，一样的砸锅配崴泥，一天你砸锅，一天我崴泥。二字拆个两个一，一样的跑肚配拉稀，一天你跑肚，一天你拉稀。全是我呀、啊。